接着来看到的是瑞穗乡代表林玉梅在今天的乡镇总咨询议程中追踪地方乡镇重大建设案的进度，另外也特别针对即将登场的瑞穗部落小旅行，代表林玉梅咨询建议部落小旅行切勿墨守成规，理应创新多元。瑞穗乡公所推展部落小旅行，提升地方农产观光产值，今年度原定九月底展开，却碰上0918大地震而顺延，首场也即将在十月份登场。乡代表林玉芬对于部落小旅行推展至今效益如何保持质疑态度。还不错，但是我听到学员跟我反映的是里面的空间过于狭小，不是说我今天办了一场那就算了，我是消耗经费，我们不需要有这样子的情形。同样也是原民会产业扶植计划而生成的五鹤原民产业中心，已到位的厨房内部设施设备却引来诸多负评，乡代表林玉梅则是质询扶植产业计划墨守成规，建议朝创新多元化来发展。在另外一方面，对于乡代会提出关注争取把第一公墓规划设置南区殡仪馆进度及难度提出质询讨论。那我们乡下也面临到这个问题，少子化，所以呢，我希望说站在我们乡公所立场，也可以很积极的争取什么殡仪馆，我们可以争取这个区块南区在我们瑞穗，因为我们瑞穗现在在南区来讲，它的火化厂的场地还有火化炉具现在要弄了嘛，我们厂是非常的优，那这个南区算是数一数二的，所以我们可以朝这个目标来做。如果说我们可以争取到一个南区的殡仪馆在我们瑞穗的火化厂这个区块的话，我们也可以增加我们的地方财源。如果殡仪馆是要有殡仪馆的管理办法，要按照那个去申请。对，我意思说，如果可以的话，朝这方面。从土地取得。因为现在手已经手到很怕了，对，就是一个两个。乡代表林玉梅另外针对了瑞美运动公园改善进度，站前步道路灯环境设施的加强及乡内大排沟清淤规划等议题提出质询，严格要求乡公所确实维护地方的建设品质。记者石玉兰，瑞穗采访报道。